这个针看起来唔那有力，速度阁真重。伊是台西安海宫特别保存落来，已经有83年的历史了。这个是前起庙哦，开始有这钱啦，好啦，交4年啦，呀以后发电点哦，怎啊搞迄电动的啦？交7年都。有咱伫咱滴安海宫哦，咱的金阁楼内底种啊，因为咱即马有新的建设，所以咱的即个古井吼，咱甲摕落来啊，咱庙方这边的拍算吼，就是以后要甲做一个文物博物馆吼，甲藏伫个内底，做一个吼咱的信徒做一个展览。啊，因为这个是足无简单嘞，吼、哦，一个钟。安海宫主要信奉妈祖，根据台西乡公所的庙墓记录指出，已经有102年的历史。但这间庙是由地方善心人士加信众集资，在民国25年才安置，现在也是地方的信仰中心。所以庙方也希望未来会当打造一个文物馆，提供予信众参观。这个古迹吼，因为伊的年代吼。昭和7年到今麦已经啊80几年了哈啊，所以讲伊对咱下一代哈，咱的台西的子弟哈，有一点教育作用了哈。因为古董就是让我们好好的保护它。民众看到伊也欢迎。啊，看到对老家都会了解对来参观啊。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庙宇也拢使用较方便的电动针。虽然这个古井已经无在使用，不过现在也暂时放伫庙内，未来计划作为教材，让伊的历史价值继续展示伫安海宫。记者吴香平采访报道。